这个平台不能写，假如你没在上面不能写。我的意思是这还是样，要提对出来，只是假设它只能持平或者是衰退。明年可能因为你列时机五百，你马尼会不会时机五百就你大了？因为可能有所有案件是在今年，所以这规模不能，这是明年的，但是你实际是五百。你一定是写目标500，我是在我是现在是有问题的是这一点。嗯，你要问长官说，如果是持平或衰退，对呀、啊，持平或衰退，他可是他不能写，他没有要让你写衰退。那就是他，就是你写规模，他会看你规模多少啊，目标多少。只要规模有到1000万，啊，你做500，他觉得还有努力空间。可是你有时机呢，再过到。如果像你讲的说，他规模就500，你做500，那当然吧。他这要先占据嘛。对啊，如果你规模500，你做500，全部都被你做走了。对啊。啊，这样就是写就不用再成长了，因为规模就500。可是你只写单一产品。你所有产品都要去分，那现在是要分类，因为现在又回过头来，很多分类产品。